别怪我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好，不错啊，下一条准备。小花，你过来。没事吧？这是你最后一场戏了吧？一会儿收工，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。连戏都没跟他搭过，昨天都特意过来请他吃饭了。要不说人家是大美女呢，呸，有什么用，还不是和咱们一样跑龙套。你看看那演技，还过来看看你的镜头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是你长得好看。小花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电影啊是小成本投资。靠着你们这些帅哥美女撑场面。我刚才琢磨了一下，想给你加两场戏，你看怎么样？
放心，加完戏，你这个角色就是配角了。到时候拍演员表，我一定把你的名字往前提。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不要一口一个钱，多用说。我们这是搞艺术，要懂得为艺术献身，知道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要演技好的我会找你吗？你们当演员的不就是为了多露脸出人头地？啊，我主动给你加戏你不要，是看不上我们剧组了？呀，您没听说过毕氏的女菩萨吗？导演，亚姐啊，你说这女菩萨是？一不。这不是女菩萨是什么？想当初我们同期出道都是新人，可现在呢？我昨天后援会的粉丝刚破百万，而你呢？哎呀，你该不会连后援会都没有吧？怎么不说话？知道心虚了？哼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演技，要不是沾了我的光，恐怕都进不了这个剧组吧。
导演。啊！把他的镜头全剪了。可他的戏份都已经拍完了，而且这个角色，我不管。不管你是换个人拍还是重写剧本，只要有他一个镜头，我就罢演。不，我不止罢演，我还要去找你们的投资商。哎呦，等，姑奶奶，你这是想干嘛呀？你别忘了，我和他们有合作，跟他们的老总也很熟，我可以让他们立刻撤资。我无理取闹，对，我就无理取闹，我还要删光你的戏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是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恩怨啊，但真在一个圈子里混，也没必要闹成这样吧。我就是想多拍点美女，用来宣传也好嘛。那你拍我不行吗？你们！全都是你的错！别扔了！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删不删？有话好说，你先把东西放下。你闭嘴！Thank you.